今天我们要挑战带厚本他们去夜店考试会是什么样的体验。考虑到大家读书的时候都是去学渣，所以给他们准备了初一的数学试卷，这样大家就算在这么嘈杂的环境做起来也会轻松许多。厚本这只是初一的题，酒吧的骰子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他们还可以拿来这么用。厚本摇了个四，那答案肯定是 D。我现在总算能理解酒吧这些环境为什么这么容易产生斗殴了。好在我马上就要来了两位监考人员维持秩序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大家都纷纷交卷了，除了一会我的诗言花，厚哥最终也完成了交卷，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，都是出来的 A 的平方，不应该有负数，奇数才是负数啊！这个出来就是 A 的平方乘以，这个我都晓得，最后答案是 A 的三次方。哎呀，老师问号！哎呀，你竟妖之怪！